你好，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嗯。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纸，还有一支笔？威廉，威廉是谁啊？ 大志，快来救我！我快被思念淹死了。啊！你可不可以带我去若愚的餐厅？没问题。吃饺子了，来来，尝一尝，这可是咱们李家出了名的招牌饺子，保证你吃了以后还想吃。来，尝尝。妈，好香哦。妈，我也没吃饭呢。 给他吃，吃了也白吃，没脑子的东西，整天跟女强的傻丫头搞在一起。哎呀，你不是不听我的话吗？那你就别吃我的，也别住我的呀。你去吃那个徐丽的，住那个徐丽的。哎呦，说不定人家正巴望着有个儿子可以养呢。 哦，对了，妈，菲菲姨要带她去若愚的餐厅。她都多大人了，还要你带路啊？妈，哎，你跟我过来。哎呀，你来。干什么呀？你忘了，若愚说菲菲姨小的时候脑子受过伤，有点那个。啊？真的？哦。若愚妈妈。哎。我。 真的有重要的事情，拜托你了，哦，拜托了，好像是有点儿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大志啊，你可得负责把人给我带好了，这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没问题，妈，你放心。哎，去吧，去吧。 谢谢大姐，谢谢。没事没事。妈，我走了。看着不傻呀。哎，里边啊有个餐厅，就是若愚工作的地方了。哦。啊，好了，你去找他吧，我走了。嗯。菲菲姨啊，我中途离开的事情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啊，你要记得哦。 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知道会出大事，会死人的。嗯。哎，那我走了。嗯。余强，我去找你喽。威廉，威廉。 先生，请问你知道威廉吗？威廉不认识。先生，请问你认识威廉吗？威廉不认识。啊，我上次在门口看到过他，你再想一想，你有没有见过威廉？真不认识。 先生，拜托你，干嘛？神经病啊！你有没有见过威廉啊？吃饭，怎么还遇到个神经病？放开，放开！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，李梅姐，走了走了。你给我过来！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啊？我问你，你没事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们餐厅不欢迎你。你是不是又跟你那个可恶的儿子来捣乱？你那个令人讨厌的儿子跑哪儿去了？你儿子呢？ 我上次在门口看到威廉，我想他会再来，所以我来这里等他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你上次在厨房闹的鸡犬不宁，现在又跑来骚扰我的客人用餐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居心啊？没有，我来找威廉的，威廉。什么威廉？威廉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威廉，给我滚！威廉，不走是吧？那我带你走，走。威廉，啊。
我答应你，滚走！这没有你要找的人，我不打扰你走啊！客人，我求求你，滚呐、啊！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要找人去派出所找，这里是餐厅，没你找的人。我求求你，我好怕，我如果走了，威廉来了怎么办？求求你！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你别惹火我，惹火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拜托你，你快给我滚！我拜托你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快起来！我刚受伤了啊！既然知道你妈是个弱智，就应该寸步不离地守着她，别让她像个疯狗一样到处乱咬人。不准骂我妈是弱智！我看她不仅是弱智，还是脑残、神经病、智障，我真找不出更合适的词来形容她了。说什么？哎呀！说什么你？你不准你骂我妈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你听我说，那伯母赶紧回去吧。姚子阳，我告诉你，你再敢欺负我妈，我就跟你拼命！妈，我们走。夏平安，你给我等着，我饶不了你。总经理，没事吧你？你在这干什么？快上班去。乔，我怎么了？几点了？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我才迟到十秒嘛，你看，十一秒。你这表可以扔了。雨乔，在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像活在地狱里一样。你有谁的？喂。我一定是你边讲手机边开车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注意到别人的安全呢？你嚷什么呀你？想找茬是吗？老娘跟你奉陪到底！你有没有搞错？我倒车倒得好好的，这开车不能讲电话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这车送到修理厂，所有的费用都让你全部负责到底。哦，原来你想趁机勒索我呀？你以为我是被吓大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明明是你倒车撞到的我。我拿电话是为了给警察打电话报警，要他们要快，要不要我现在就打？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？明明就是自己的错，还怪到别人头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忙得很，懒得跟你计较。哎，你回来，你别想跑。今天我有事情，没时间跟你理论。改天我找你好好给我赔偿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电话，拿着，拿着。你的车牌号我已经记住了，别想跑，知道吗？神经病了我！雨辰，伯母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您这么忙还要您出来见我。伯母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刚才在来的路上，车子被一个疯女人给撞了，明明就是她不对，还在那边大呼小叫的，就没见过那么粗俗的女人。现在啊，这是什么人都有，她肯定是看伯母您身价不凡，想要趁机敲一笔竹杠。好了好了，别提她了，别让她破坏我们的好心情。就是啊，伯母，您就不要不高兴了。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，让那些不愉快的事啊丢给他们，让他们去烦。我呢就陪您逛逛街，吃吃甜点，再喝喝咖啡，我再给你讲几个笑话，保证让你一整天心情都非常好。哎，雨辰呢？我们到那家店去看看。嗯，走。贺大志求婚成功，徐以乔得意良缘。我真的好敬佩你们两个人哦。
可以不顾家长的反对追求真爱。在这里呢，我要借这个蛋糕代表我们大家衷心的祝愿你们，祝愿你们两个人能幸福。希望你们的爱情呢就像这个巧克力蛋糕一样，虽然苦涩却甜美无比。谢谢小张，你说的我都感动了。真的好羡慕你们，我也希望自己能有这么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。一桥，你是不是该说几句感言呢？来说两句。说两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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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说两句。不过其实小张，没想到你这么仗义，你都不怕我妈修理你，还这么为我们庆祝，我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好了。我也是被你们俩的真情所感动，越是被打压的爱情，它越是美丽动人。玉娇，我梦中的新娘。我只想今天就娶你回家。大志，你是我最英俊的新郎，我想每分每秒都站在你的身边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！妈，贺大志求婚成功，喜雨桥得遇良缘。你们这帮混蛋，不好好在这里面工作，跑来造反呢？老板，不关他们的事，是我的主意。给我让开！我就知道我一撞车绝没好事。刚才我撞了车，现在又撞到你这个烤虫，缠你这个不孝女。你们这帮混蛋，我花钱雇你们来工作啊，跑到这儿来搞什么求婚仪式，不想干了。老板，他们是真心相爱的。你看大志他好有心啊，他都准备了心形蛋糕，你应该祝福他们。这个是你准备的？啊，看来你还挺有心的嘛。祝福祝福他们呢。这雨桥又不错，看来我要祝福你们了。祝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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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祝福，祝福你。妈，大志，妈，阿姨，您先别生气。他们今天也都是一片热忱，千万不要怪他们。还有，阿姨，你看您这么美，这么漂亮，今天穿的又这么好。哦，不是，我是说您每天穿的都很好。您如果能不生气的话，就会更美。如果您真的能祝福我跟雨桥的话，我相信，您开的店也会生意越来越好，你也会越活越年轻，越来越好的，什么都会很好。嘴巴还挺甜的啊，李大志，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了，趁我没揍你之前赶快滚。妈，你不要跟大志走嘛，我跟大志已经互定终身，我已经答应他的求婚了。你没完了是吗？你们这是儿戏，我不承认，法律也不承认。妈，结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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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板，结婚，你看他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你怎么可以拆散他们呢？他们真的很幸福，他们真的是真心相爱的，你要祝福他们，成全他们才对啊。你们这帮混蛋，我花钱雇你们来工作，是来欺负我的呀，气死我了。你们俩别着急啊，只要你们坚持到底，我相信老板他一定会同意你们的，他会成全你们的。我知道了，大志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蛋糕好吃吗？啊？还挺甜的。伯母，这家店不错哎，看着挺有气质的这些衣服。哎，你挑一件去试试嘛。这家店我常来，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看女孩子打扮得体体面面、漂漂亮亮的。你身材好，我
我觉得这家店的衣服应该挺适合你的。雨辰，你看看这件怎么样？去试试看。伯母，这怎么行啊？这家店的衣服好贵的。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，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要谢谢你提出厨艺大赛这么好的点子。还有就是上回啊，在路上你替我打抱不平，还借了我一套衣服。我自己呢没有女儿，不过就像上回你说的，觉得我们两个挺有缘的。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，去试试看。伯母，您都说了您没有女儿，以后啊我就多陪陪您。这家店的衣服啊您多挑几件，我给你做参谋。这衣服太高档了，不适合我的身份。哎，这件不错呀，款式挺好的，特衬您的肤色。伯母，你去试试，去试试，去试试。怎么变成我试了呢？为了鼓励各位同仁在厨艺上力求精进，这次啊，我们餐厅将举办一次厨艺大赛，希望各位呢能够踊跃报名，也广为宣传，使每一个优秀的人才都有展示自我的平台。我也希望借由这次厨艺大赛，能让我们餐厅成为全国餐饮业被瞩目的焦点。好、瑞宇啊，这次机会来了，如果得奖的话，你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厨师了。我会多加练习的，还请厨师长有时间的时候多多教教我。子阳，妈，雨辰，副董事长，副董。各位，这次的厨艺大赛，我要特别的感谢一个人，那就是总经理的女朋友周雨辰小姐。这个创意是由她提出来的，我相信绝对会引起广泛的讨论，并且为我们餐厅带来大量的人潮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在比赛当天一定要拿出我们餐厅厨艺的水准。各位加油。加油。副总的话一定要牢记在心啊，没什么事儿的话大家赶紧先去准备一下吧。好，去吧。今天我跟雨辰两个人去逛街，我们有说有笑，开心得很，不像你老没耐心。雨辰，谢谢你了，我最怕逛街了，这下有你啊我可放心了，以后啊就不用我去了。是啊，有了雨辰啊我就不怕寂寞了，不用老拖着你。周雨辰，是不是？妈，你看雨辰多贴心。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忘了？若雨，你以后啊要多一点耐心。你这么对待感情，是对待孩子，我真的不能认同。知道了。哎，妈，还有那个厨艺大赛呢，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的规划一下。是啊，我的事不需要你管。这次机会这么难得，我们一定要借此好好的宣传一下。雨辰，雨辰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，好朋友聊了几句。已经看到威廉了，这次是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妈，你为了威廉这辈子已经毁了，昨天为了他让我们连新加坡都回不去，今天你又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，让姚子阳羞辱你，你还要为了他践踏自己到什么地步啊？妈，不要再这样，你难过我也很痛苦。可是我真的已经找到威廉了，妈，真的，我求求你相信我。好，我们就留在这里，我们不回到新加坡，直到找到那个男人为止。
若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若愚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。心里有事就说出来嘛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林伟凡欺负你，你不高兴，是不是啊？伟凡跟湘琴又在一起了。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又不能告诉我爸妈，他们再也接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了。而且伟凡，他还不承认他做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我真的好心烦呐、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。若愚，你别难过，别难过。平安，你帮帮他。我们现在就去找他，大家面对面把话说清楚。走，走啊。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几天没见我，有没有想我呀？嗯，哼，想你，我都快想死了。怎么了？我问你，照片是不是你传给若愚的？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都不知道，我哪知道啊？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我也知道你很爱我，我很感动。其实呢，你的感受我也能体会，你爱上我心里也一定特别的难受。可是我真的很担心，我担心万一若愚把这照片发到网上，我一个男人无所谓，可你一个女孩传出去肯定很难听啊。你真这么想啊？我一直这么想。小姐，你知道我还想，如果最后我选择的不是你，我还对你做了那些事，我这辈子心里都不会好过的。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。你说那天我喝了那么多酒，糊里糊涂的，我真的真的不记得我们做了什么，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其实那天是我趁你喝醉了睡着以后偷偷拍下来的，是我发给李若愚，我就是想让他死了这条心，以后再也别来纠缠你。小姐，你真的太傻了。那人家也是因为爱你才傻的嘛。若愚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不是，伟凡，你怎么还在跟李若愚交往？你这个大骗子，你欺骗我，我不要活了。林伟凡，你欺骗两个人，你在背地里和湘琪来往，在我面前装得跟个痴情汉一样，
你这个大骗子，你太过分了。若愚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哎，是他死缠着我不放，我也没办法。林伟凡，我看到你第一眼早就想挥出这一拳了。哦，那天结婚在酒店就是你是不是？你谁呀？哪儿都有你，你来我家干嘛？我专打天下负心汉，修理你这种无耻败类。你这个骗子，专门欺负女人，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不知道悔改的。平安，哎呀，你冷静一点，我有话说。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。你说那天我喝了那么多酒，稀里糊涂的，我真的都不记得我们做了什么。好了好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其实那天是我趁你喝醉睡着了以后偷偷拍下来的，是我发给李若愚，我就是想让他死了这条心，让他以后都不要再来纠缠你了。湘琪，照片真的是你拍了发给我的吗？伟凡，我没有想到你居然套我的话来录音，你为什么要再三的伤害我？上次你跟伟凡已经深深的伤害了我，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？曾经我原谅了你，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死心，还要这样对我？是因为在伟凡的心中全部都是你，我的痛苦一点都不比你少，你才狠心呢。你乱说，若愚是好女孩，都是你害的，你这个大坏人。若愚，林伟凡，很抱歉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这种状况。对不起。没事，谁让你们是若愚的好朋友呢？告诉你，冷静一点，你这么冲动，放在电视剧里两集就死了。怎么称呼啊？哦，我叫夏平安，这位是我妈妈，菲菲。你好。你好。林伟凡，若愚是位好女孩，你好好珍惜她。若愚，你应该跟伟凡有很多话要说。那我跟我妈先走了。若愚要加油哦，你们放心，我会好好处理的。走吧。若愚，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你也有责任。如果不是你让湘琪有机可乘，他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。我知道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让湘琪住在我这儿。可是，不管我怎么说，他都不肯走啊。要不是你今天来，我还不知道要被他折磨到什么时候。若愚，我真的需要你陪在我身边。曾经，我深深地爱着你，希望有一天能够嫁给你，可你却背叛了我。感情的背叛，不像被刀子划伤，伤口还可以愈合，它有的时候隐隐作痛，有的时候却让我很清醒。是我不好，可是我一直都在努力达成我心中一个幸福的家。我这次真的是被设计了，别生气了，若愚。若愚，若愚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做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你知道我这么努力开创自己的事务所，就是希望将来能有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幸福的家，然后我们可以幸福的过日子。没有你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回到我身边吧，好吗？回来，我扒了他的皮！
妈，我进来了。怕什么呀？有胆子扔那臭小子求婚，就没胆子回来啊？我这不回来了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是想结婚想疯了吧？还是想气死我呀？妈，你怎么打我呀？我打你，我今天打死你！我妈，别打了，打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听话，妈，别打了！你看你瞧干什么呀，妈？你别管他，让他跟那个书虫自生自灭去。反正我对他已经失望了，以后也不指望他了。要走要嫁，随他的便。姐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雨乔，不是姐说你，你也不是小孩子了。妈既然不喜欢你跟大志在一起，姐看，你还是分了吧。周雨辰，你是我的亲姐姐，我跟大志是真心相爱的。我平常对你不错呀，你干嘛要这样对我嘛？你闭嘴！你好好跟你姐学学，学聪明点，至少找一个能托付终身的人再嫁嘛。你给我记住了，如果你跟大志分手了，你还是周家的女儿；你要是不跟他分手，从今天起我不认你了，以后也少进周家的大门，给我滚！妈，你真的要跟我走吗？我跟大志是真心相爱的，求求你不要跟我走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还要跟大志在一起是吧？好，滚！妈，快滚！雨乔，雨乔，妈，你骂他干嘛呀？他只是个孩子，你干嘛？骂我干嘛呀？雨乔，雨乔，雨乔，大志，我被我妈给我姐给赶出来了，我现在是没有人要的小孩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都怪我。雨乔，现在我就带你回家，去跟我爸妈说，让他们同意我们两个人结婚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我不回去，我现在要是回去，我肯定会被你妈打死的。哎呀，不会的。我不回去，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，你让我再回去送死、啊、哎呀，不会的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两个人去求我爸妈，我爸爸也在家，他不像我妈妈那么凶的。再说这些事情早晚都要说了，走吧。我不去。啊，走吧。我不去。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！哎呦，1600哎，我们店的生意呀、啊、越来越好了。是啊，写上，韭菜饺子。好。嗯。爸妈。爸妈。你干什么？哎，我这次带雨乔来是想求你们二老同意我们结婚的。你说什么？结婚？你疯了？妈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对，妈。而且我们已经爱到不能离开彼此了。是啊，妈。更何况今天雨乔又因为我被他妈妈赶出家门。我好歹也是一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我要保护我心爱的女人，求你们二老成全我们吧。爸爸，求你们成全我们。嗯，我们是一对苦命的鸳鸯，我妈已经对我够狠的了，求你们别再打压我们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想结婚啊？
你们还想成为一对鸳鸯？行，我今天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棒打鸳鸯。我，别这样。大志，啊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呀？你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，你凭什么娶媳妇啊？以后再有个孩子，你拿什么养你的老婆孩子？爸，我可以帮你卖饺子啊。干嘛？我饺子包的可好了。你给我闭嘴！啊！我跟你爸辛辛苦苦的送你上大学，就是为了卖饺子吗？还有你为了这个扫把星，考试不去考，现在你还要把一辈子的幸福都断送在他手里，我绝不同意，我绝不同意你跟一个扫把星在一起。不同意，那我们……妈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也告诉你，今天你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好，与乔娶定了，我要做一回男子汉。大志，啊，你能不能你考虑一下你自己目前的现状，你再说话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，有本事你就带着这个扫把星滚出去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妈，对不起。妈，你别生气，我们先走了。大志。子阳，你给我进来。妈，怎么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是谁派的寄给报社的？你现在才发现这个问题，不嫌太迟了吗？餐厅是公众场所，你身为总经理，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呢？妈，是那个又疯又笨的女人骚扰客人用餐，我才……你不要给我推卸责任，我现在是在问你，你是怎么给我处理这个问题的？这次丢脸丢大，餐厅形象都被你给毁了。我……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做的是服务业。只要踏进我们餐厅的客人，他就是上帝，他们永远都是对的。哦，你现在去找那个女人，亲自登门道歉，记得要带份礼物，态度要真心诚意，说话要谦卑有礼貌，知道吗？好，好，好，那行，我现在就去准备。哎，等等，妈，还有什么事儿？这件事情